女星欧阳娜娜虽然只有17岁，但是人家赚钱的能力早就非一般人能比了。而且她出生于艺术世家，爸爸欧阳龙，妈妈傅娟，姐姐欧阳妮妮都是演员，姑姑是歌手欧阳菲菲。据悉，已经出道四年的欧阳娜娜如今已经捞金上亿了。虽说欧阳娜娜有亿万身家了，但是她却依旧朴素。近日有记者拍到欧阳娜娜一身潮装打扮外出与闺蜜逛街的照片，二人手拉手开启逛美食街模式，路上有说有笑。二人先去吃了饭，吃饭时欧阳娜娜甩开偶像包袱，可爱吃相尽显而出。用餐后又来到超市，除了买完简单的生活用品外，欧阳娜娜又开始对零食扫荡，疯狂购物后，司机又把他们送往了购物商场。虽然欧阳娜娜如今已经是一级少女，但却从不买奢侈品，而是对平价衣服情有独钟，十分接地气。这天，欧阳娜娜大包小包满载而归，笑容灿烂无比。